刚刚的导演非常聪明，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不好，导演很厉害的找了借了不同的地方，让我们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拍起来也有很危险的感觉。借这个的，大哥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把这个回去。被压扁了，是我啊，对不起，我撞到他膝盖。Sorry， 刚刚这叫声是完全发自内心，刚刚这叫声就是有被打到了。我刚刚是，我跟我讲说，哎，没味了，在扣了，骨头碰骨头，对我膝盖撞他的小腿骨。大家应该已经淤两块了。应该依然健壮。好了，我愿意帮你按摩。你要负责我下半身。好，来。现在还黑名单。好了，好了。OK 哦。哇！体动作哎，还关。哎，这个是太夸张了。非常对瑜伽课。你干嘛？破坏！你在干嘛？破坏！破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干脆，最后没干下去。哎呀！你在现实中会为了男人这样牺牲吗？不会。屁，他一定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马上爆料。他个性他一定会，而且他。以后不会了，以前会。成全别人吗？就为了我爱的人。他为了爱的人的时候，他眼睛是这样的。看不到。这玉芬会吗？他应该不会。来哟。很难讲。是成全别人吗？这样。我不会像欢欢一样。我的主观是。大家好。你刚刚说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为了爱情这样子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中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话，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，大家一起努力。那如果自己对啊，爱惜生命，好不好？对吧？三个人一起下去，很极端，要么就不要放松，要么就一起下去，不然就是挂在那边一天一夜看看有什么结果。那时候真爱就是在现实中应该没有办法同时抓住两个人。好，他没办法，太细嘛。他是踢到石头。厕所那边的人，他真的是踢到那个石头就翻下去。每次都会讲。对，厕所这样。不要拉弯了，慢慢下，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他就一直下去了，哎，哦，他就上，就会一直下去。转，退后，对了，哎。Thank you.
可以一次，下月招，我还可以一次，真的真的，他没有那么重啊，真的。心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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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导演来哦，四五二，国辉，国辉，是的，我送你去医院啊。你的头，还好吧？你好，我是小。请问，这保险吗？那个有氧气筒吗？阿天，请你要看伤。然后我们再一个，我今天不用去健身房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你们可以看到，阿布在戏里面所穿的鞋子太贵了，到处都买不到，也不是到处就是收购，30%的顾问。我们把这个名字收掉，就是一个百货公司，标价都写在这上面，原价70-80，打折之后才5-7-80。各位乡亲朋友们，你们心动吗？赶快打下面的电话。这个时候阿布就卖了。有，哎，不是死狗了，是死狗。新东方人。哎，新东阳。好，我们知道新东阳已经从食品产业慢慢晋升到服装产业了，这是一个人人皆时尚的时代，大家要注意。Lens 主播为你时尚报道到现在。我说一双鞋，因为拍戏要5000多。蛮贵的，怎么样？其实说真的，平常我也有点买不下去。我们这是要共同时间，共同时间的。好了，你受伤了。对不起，我在这边替我哥哥。跟各位介绍，他现在的伤是脑有洞。我不要看你这个。我知道。我脑有洞。他脑有洞，鼻孔有洞，嘴巴有洞。7孔流血之后，就多了一个孔，八孔流血，你再多一个孔就变名人了。有点疼。还有吗？好，好，再来一个吧。很明显，大家都看出来是六哥的高中时期，因为六哥卷头发。那第三位的我也是看着妙妙画画，因为我的画画的那个实力停留在国小的时候，所以就很像国小。你会发现到，就是如果说我把胡子拿掉，把头发换成这个的话，就会跟妙妙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就是在小薇的心中，就是。大家都长得一样，很可爱，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。你应该把妙妙就是画个翻白眼这样子，他的招牌。其实画不错的、啊，我给他9分，满分是100分，1000。有没有发现另外2/2的温柔？刘天行。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他如果发现小鹿是军人，是困难。在我决定用小鹿这个身份再出现的时候，陆天喜就已经消失。陆天喜不会再出现。我到底应该叫你小鹿还是陆天喜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不管是我小鹿或是陆天喜，对你。跟对方自己的感情，我用的都是百分之100真实的感情。